系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 Dennis 修央，系协平嘉德嘅副总裁。协平嘉德多年嚟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 Dennis 修央，系协平嘉德嘅副总裁。协平嘉德多年嚟咧都非常之支持我哋华人社区嘅活动。咁我哋做咗红枫传奇嘅 title sponsor 亦都好几年啦。咁我哋发觉呢一个奖项咧，对我哋华人社区咧非常之有贡献，系我哋系喺唔同嘅阶层发掘咗好多成功人士，佢哋全部都系加拿大嘅人，系华裔加拿大人。咁佢哋嘅成功事迹咧，系可以作为我哋嘅榜样，系鼓励我哋年轻人啊，或者我哋其他嘅新移民咧，系有喺加拿大创业啊或者奋斗嘅故事。多谢大家支持红枫传奇。我想问华裔企业对加拿大本土有咩贡献咧？华裔企业其实对话对加拿大嘅本土贡献咧，系我觉得系好多方面嘅。咁華裔企業一樣是招聘加拿大人工作，他們招聘的人手我相信除了華人之外，他們都有很多主流人士都是在我的機構做事的，在就業方面是對加拿大很有幫助，亦都他們賺到的錢亦都有納我們加拿大的稅。我覺得是華裔加拿大人在加拿大創業或者做企業是對整個社會是很大幫助。城市建設方面呢？城市建設方面呢樣嘢我就唔係太清楚，但係好似你哋作為一個 developer 都發展唔少物業喎。我哋無可否認Concord ADES 咧喺Toronto嚟講咧都發展咗差唔多20年啦。咁咧我哋亦都起咗30多棟嘅大廈，亦都有好多單位，亦都全部都住滿曬人嘅。所以我覺得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喺個社會有少少貢獻啦。